你说他抽烟都穿了有衣服，你说我咋看？走吧，来人，走。啊，这个啥？我呀，请你吃小椒鱼。我呀，椒鱼。看江湖挂船，风起白浪，霜寒一剑穿。整个我风雨破敌千万，碎年少辞职不还。这一到街可三家王家，段家，再说哪一家？王家，段家，啊，都推荐段家的，走，走走嘞，来来来，小马，好嘞。啊、哦、好，再等一会儿。啊，我来给你了。咦、哎，还卖完了？好，先盛两碗。多要一碗，先盛两碗，都要两碗。对，多要一碗。四块。老板，恁做多少年？恁做多少年了？俺嘛百年的。百年老店嘛，恁院不挂了碑吗？咱没挂了。不领酒啊！啊，给上面牌子，他不叫。现在不让挂了是吧？啊，也给他推荐来的，咱家好专业跑来的啊。因为我知道以前挂了有一个。好嘞，粉丝推荐的，淮阳段家小食堂，今天终于喝到了，放了春花，这都不一样了吧？给咱给外边喝了，他们是清汤、软汤，这胡辣汤，有这个说法。它不是胡辣汤，不是胡辣汤，没有咸糊涂。小味汤，它下边跟胡辣汤一样。下午，沈老师帅哥说的对，下边跟麻糊的那种感觉。跟麻糊的又不一样。反正不一样。跟胡辣汤还不一样。你要说跟胡辣汤，它真是类似，有面筋，饭还有肉。它的面筋洗的带劲。面筋，我感觉它这个面筋像手洗的。对，你到哪你要肉还给你，这面筋还给你，我老半天没捞着面筋。这面筋像熟悉的，这个比胡辣汤好喝，真的比胡辣汤好喝。不能说大小好喝不好喝，你喜欢喝它的好喝，你不喜欢喝它的不好。来着了，我来着了，来着了。我喜欢吃它的这个面筋。来着了，你碗里有面筋？少，比你多。哎，他这面筋我感觉像熟悉的，熟悉的。哎，他的小香葱，给他的主要他的小椒鱼，那你听听，咔嚓咔嚓的。他这我感觉提前要醋，他点上了。有，点了有醋。有醋。吃这个椒鱼，相当于吃啥你知道吧？相当于吃那个麻窝的，焦香焦香的。他这个段家小鱼汤、小椒鱼汤也是四大名吃之一，淮阳四大名吃之一。他可是非遗啊！人家挂了个牌子，非遗，看没？非物质文化。小椒鱼汤。我说好吃，我认为好吃，焦香，还里边撒了那个葱花，面筋，我们吃出分量来。关键他这个小鱼他选料选的，你看吧，都是这些，都能差一点，都能差一点。他一炸来，绞肉的一吃到嘴，收尾相连，这就是传统的吃法，可以。啊，我呀啊，段家小绞肉汤，对，只能说咱代表咱个人啊，就感觉是这种小绞肉汤，才能把它小绞肉汤体验出来。要给其他点哥，你认出来这是啥鱼？认不出来啊？你认出来这是啥？你说鲫鱼啊、鲤鱼啊，你认不出来的？我跟你说一说啊，如果他要不炸，我绝对认出来。你赶紧不说，他长大了，长大了之后你才认识的。你说他头沿都穿了有衣服，你说我咋看？忽悠我了。